而家身处喺北京中医药学院，我发觉好特别啊，就系喺睇影片之前，不妨俾个 like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揿埋旁边嘅小铃铛，咁就唔会错过我第一时间更新啦。我会帮你啵咗你个名字去啊，到时我要影低佢先。呢个系戴系嗰叫咩啊？我觉得我成世我都会好好珍惜佢噶。你如果你读 master， 我帮你订过另外一个毕业袍，但系你要用翻呢个公仔。百米，预计还需要一分钟。我哋嘅熊仔头朋友，你影完相之后点啊？OK 啦。为什么这么白的你这个粉底好啦，这个是史奕仔外送员，你是可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外送，好开心啊，我终于闯了人家的大学，我闯了入去北京中医药大学，好晒啊，毕业帽可以遮晒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你笠吧，今天全靠个毕业帽。中医药学院有管理学院，但是熊仔头朋友话呢度已经废咗，唔用啦。咁我哋仲有冇呢一科噶？我唔肯定，我都唔会读呢科。但系呢间大学系最出名就系中医啊嘛，系嘛？你又唔知道？好啦。咁呢间大学唔出名中医，咁点解要叫中医药大学？你又啱。我发觉原来呢度已经系三环咯，我哋系由六环咁样去到三环咯。咁呢度系。哇！喂，喂，呢个树下面你企喺度影几好啊！就你哋唔晒咩？担遮啊嘛，得一把遮咋？我哋今日点解啊？呢就系、是、研究生，红领咧就系、是、博士生，之后七彩颜色嘅领都唔知叫咩领，就系、是、学士生，都系人哋私隐嘅感觉。尋找冇人的課室是一件很難的事情。還讀博呢姐，不得撈不到，你多次，你多次。最见啲人教书同埋读书嘅地方，屯門嘅人比较灵活，即系全，即系得到嘅资源会好啲咯，应该话，又唔可以话亲全，但系真系资源系好劲多。你可以今次嚟呢度我学校，跟住同我喺度散步，我真系觉得好意料之外嘅事，因为我屋企人嚟咧，我系意料之中嘅事。但你嚟咧，我真系意料之外嘅事，我冇谂过你会嚟，我好开心，即系亦都好惊喜。知咩叫背身？你对我嚟讲系最重要嘅朋友，亦都系第一个第一名嘅朋友。你确定我呢个要出街噶系嘛？吓、啊，你要出街噶？你想出街噶系嘛？我谂住俾你自己留翻纪念嘅啫，你想出都得嘅。哦，好啦，我得到 approval 啦，我可以出啦呢啲。你我最第一名嘅朋友，我就是、永远都系呢个北京。如果我将来结婚的话，你就我的伴，是不是伴娘啊？那个叫就是啦，伴娘的过啫嘛。中学，中
伴娘系得一个咩？点解我见其他人咁多个伴娘？嗰个唔系叫伴娘团咩？姊妹可以有好多伴娘得一个。系咩？你确定咩？你要做姊妹啊？唔系啊？你要做姊妹咁我冇伴娘喎。伴娘交俾我真系放心咩？我做我好唔放心。我觉得似你自己喺度 take care 晒所有事咯，啲。Oh, it's fine。我只系一个招牌，一个招财猫，或者一个装饰品。你呢啲系咪要出噶？我帮你 cut 住佢啦，大佬。呢个医疗报销要去劳工部署，咁其实呢个系离退休。离退休工作处就是劳工部署。现在身处在北京中医药学院，我发觉好特别，就是两年前毕完业，然后有身边有很多人不同的毕业，即是有去 poly 影相，有机会可以同一些 link room 影相，之后现在竟然没有更远，是没有最远，只有更远，要来这个北京去同你影相。好特别啊，这个经历真的，人的潜力是真的无限，有时只要你可能再努力一下，你所身处的地方可能会不同，又或者是你只要再努力一下，可能你的前路会有少少不同的变化。而我记得总之就是今日毕业的这位人，其实他一开始都没想过读中医，是他读读下然后才启蒙到这条道路，那终于读毕业，我都很替他开心。北京的蚂蚁的蜘蛛那么大只，现在是优秀毕业生的发表时间，我刚听到他说八年前读中医就是一个漫长的道路。不了人周云轩师兄好了，你看趕一次，趕一次再大家一起去八蚊雞，其實是挺好喝的，不過它不夠奶不夠醬，但是很爽。我哋嚟咗一次就可以坐到一次。天鹅系黑色噶，北京环球影城天佑嘅功夫熊猫，我哋一直入紧去啦。Say something.